今天来试一试手机平板经常断触的克星，长时间玩游戏很容易手指上出汗，一出汗呢就会影响咱们的操作。这个指套呢戴上去就跟没戴一样啊，很轻也很薄，关键戴上它也不会很闷，而且咱们手上出汗呢它也会有一个吸汗的效果啊。至于戴上这个指套的一个灵敏度怎么样，操作起来啊方不方便啊，咱们实战来一把啊就知道了。咱们开上机甲车也不慌不忙啊，慢慢来，不要慌张，咱们慢慢地后追，让你们见识一下小杰的厉害吧。而且这个指套呢戴上去之后啊，也可以防止咱们手指的一个指纹磨损啊，也是挺不错的，这几块钱就能给我带来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首先在这个操作上面呢变得更加细节了，不容易出现失误，像那些经常刷国服记录的呀，这个指套基本上都是必备的啊，因为他们要跑很多局，一跑下来的话那个手指肯定就是比较疲劳啊，容易出汗，就会导致失误啊，就会很崩溃的呀。然后玩飞车呢这个细节也是比较的多的，尤其是这个快速出汗啊，有时候要点很多下，但是呢一断触的情况下它是会点的更离谱啊，就是你本来你要快速出汗的，它就给你多点一下，然后就变成了脱飘了啊，这就这个情况就是比较的尴尬。戴上指套呢就可以让自己的手法变得更加精准了，你们看我这个手法也能看出来啊，也是比较的湿滑，有些比较容易失误的地方呢也能轻松的抢救过来，怪不得那些大主播一玩能玩这么久也能那么厉害，原来都是用了这个东西啊。现在我这个弹射的成功率都不怎么容易脱飘了呀，兄弟们这小小的玩意儿还真的挺不错的，如果说不经常玩游戏的话那这个东西确实没多大必要，但要经常玩游戏还是建议大家用上这个东西的。